大家好，我是杜景一，我今年13岁。我这一次参加印象福州的比赛，是因为我有很多福州的朋友。我以后也想去福州看美丽的风景，品尝著名的小吃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著名福州女诗人林徽因的代表作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林徽因。我说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笑响点亮了四面风，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。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，黄昏吹着风的软，星子在无意中闪，细雨点洒在花前，那青那娉婷，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，你戴着，你是天真庄严，你是夜夜的月圆。雪化后那片鹅黄，你像新鲜出凤芽的绿，你是柔嫩喜悦。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，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燕在梁间呢喃，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。